你睡觉时胡猛会不会替你放哨？既然有粉丝问，今天我就假装睡着，然后偷偷模仿敲门的声音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阿尼，谁敲门呢？你出去看看吧，是不是坏人来了？妈妈害怕，你可得保护我呀。好好，你还不过来了。行了，不怕不怕，没有坏人，就咱娘俩啊，不怕不怕。又撒我嘎子窝底下了，你们瞅他这样，还能指着他给我放哨吗？自己先吓死了。